出来真的越来越大胆了。今天要调查项目竟然是康熙调查局，制作单位会设计特定的主题，针对明星们进行调查访问。今天邀请到10位艺能界的人妻来接受康熙调查局赤裸裸的检验。今天的主题是娶到谁是前世修来的福呢？欢迎10位女明星，好，你们好，欢迎，欢迎。在我们对面这10位女明星当中，她们有的先生是演艺圈的人，有的不是，是不是？那你们10位的先生，有的人有参加这一次的调查，有的人没有。那刚才我们开始这一集的节目之前，寇乃馨小姐有问我们说，被访问的50位男明星分别什么样子的人哈？那乃馨，你当时告诉我一句话，说你觉得圈内的男明星，你用了4个字说什么？良莠不齐。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看谁选他们的眼光，我可以告诉你正确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良莠不齐的良当中哈，就是当中有包括孙鹏先生在内。哇，那这个算是你也太会巴结人了吧？那良的部分，你没有访问到黄国伦吗？我告诉你一件你运气很好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这次没有访问到黄国伦。可是我很好奇，请问劣的部分有哪一些受访者？对，劣是哪边劣？你那么见过世面的人，应该可以分辨得出来。就是没有参加。我全部都是优点，对了。好啦，这样我觉得坤勇哥主动讲，对，我觉得这10位女明星一定会觉得没有选他们是上辈子修来的好妻子的话，就觉得这是。这次会有像阿西大哥那种冷门的人？我看一下哦，阿西大哥有久违的艺人，有久违的艺人，是我们哦，对，有歌手，你们十位当中。有3位的先生没有参加这次的票选，所以这3位应该感到很高兴，就你们不用面临残酷的考验，真的即将面。而另外呢，剩下的7位太太当中有3位，他们没有把票投给自己的太太。哎呦，哇，这火就这么大，很大胆呐，老公真的，老公真的。我先问一下你们，你早知道是 K 哥才选我。我先问一下你们10位，这一题请用举手回答就好了。如果我们这一集揭晓之后，你们的先生没有把票投给你们本人，回去会跟他算账的，请举手好吗？这很过分嘞！哎呦，这一定要投的，对，这一定要算了。只有迪英跟小珍不会去算账。我真的看他选谁啊？迪姐，如果孙鹏没投给你，你 OK 哦？其实我是个好老婆的原因，就是我盖瓜承受，不管他选谁，我都接受。这个智慧高。你是说，即使是他没有选你，回去连一句都不会暗示性的问说，哎，我今天去康熙，结果你没有选我，这样多好啊！他要做梗给我。哎呦，可是你后面很温柔，他已经在铺退路了。可是你也不会很温柔的说，老公，你觉得我哪里有问题？不会啊，再有问题他也娶2次啊。那小珍呢？你会不在乎吗？我也会，就回家都不会讲话，然后把话宽宽的就出来。你那么多苦你都忍了，你还在乎这个？我是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啊！10位女明星也是夫人哈，就是你们有预感，你们的先生不会投给你的，请举手好吗？谁对自己那么没信心？大家都觉得先生会投给自己，大家都有点自信。那我们揭晓这3个人的时候，不是会伤害大家吗？那就算了，不要录了。因为我们这个单元连续录了差不多2、3次吧，每一次都好尴尬，最后都闹僵哎，真的会哭啊。我觉得有可能，因为当你们说出你们为先生所做的付出之后，结果到我们揭露投票时刻，你先生却把票投给别的人了。好紧张。可是在我看来，我看他们的反应，他们好像觉得没有人会不投给自己的。因为在我看来，我也觉得 Vicky 很好啊。对啊。哎呦，真的很明显。哎呦，暗示性的吗？暗示性的。你讲这句话，我有点害怕。吓一跳。Vicky， 如果屈中恒不是把他认为上辈子娶到这个女生是修来的福气，投给你的话，你回去会问他哦。
我会问他为什么没有投给我，可是基本上他其实也常开玩笑，譬如说我说我才会说我很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么棒的老公，他就会回我说，那你可以帮我问上帝我上辈子做了什么事吗？造了什么孽？是不是造了什么孽？对，就是他没有修到足够的福报才娶到。可是我一直会觉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啊。所以这种太太是不是很可怕？一直幻想老公在开玩笑，可是殊不知老公已经跟他掏心掏肺了好久。他都把他当成玩笑话。那你觉得太太的立场？好，我问迪英好，你觉得太太的立场是应该听到先生讲这种话说，应该要问说，那我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你就认倒霉。跟先生讲啊，也不是，就心里我一直会觉得说，嗯 ，OK 啊，既然你这么嫌弃自己的老婆，但是你已经娶了，太好了，刚好报仇，你就是要看你背面。对，如果老公讲说娶到你真倒霉这个话，会不会太过分？会讲出这几个字吗？有人讲出来吗？你先生应该绝对不可能说出这种，当然不会说出来嘛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不能讲出来。对，这是真的。所以这是连吵。秋丽，我们今天给你一个机会，他一直模仿你先生，你要不要直接把他锤死？不是啊，我跟我老婆的感情很好的，对的，不是。哦，可以娶到他深深有幸。一样就好看的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。对对。你假发戴太高了。太高了，是不是？稍微调整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这样比较像演对。啊，柯南知道怎么说？你说你会问你先生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部分？我们会玩一个游戏，就是你知道，其实你知道基督教界有很多夫妻的游戏吗？那我们常常会就是两个人都要写，比如说你最受不了对方的前三件事，或者是你最喜欢对方的前三件事。那写完就互相看答案啊。可是万一你是开玩笑，他是认真的嘞？我基本上其实我才比较认真。你知道我说最气的就是他开玩笑，因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其实我在婚姻当中是他说什么我都会相信。那万一最不喜欢三件事，他第一件就写长相，那这样怎么办？哎呦，怎么继续聊下去？所以我说这个你要看玩的尺度到底要放多少真感情。他对我的长相没有什么意见，但是他曾经有非常非常委婉的开着玩笑的问我说。哎，老婆，你有你的人生当中曾经有考虑过隆乳这件事吗？啊！哎呦呀！直接的意思是你有些不满意吗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想说这么多女星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我说我没有想过，你有想过吗？他说哦没有。小珍小珍，当先生这样问太太的时候，意思是什么？问太太说你有没有考虑？胸部不够大、啊，很明显，应该是就很。如果是你有这么明显吗？他们都这样讲、啊。如果你想要知道，当你老公跟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的时候，请来我们的诊所。请来老做生意啊！这句话不用去你们诊所吗？是，康师就知道。专线。熊家姐，你会问你先生说你要改进什么？会啊。因为他真的会讲吗？他真的会讲啊，因为他是很直接的人，他没有在怕我。他曾经说过你要改进什么？比较不开心，我管教小孩比较凶这件事。打小孩？我没有打小孩，就是比较凶。有因为管教小孩的事情吵过架的举手吗？所以 Kelly， 你是因为管教的比较严还是比较松？不是，我是比较有爱心。然后我何荣他常回来的时候，他当场看到那一刻，他的脾气会起来。所以妈妈一整天在家就你说有爱心，就在她眼中太溺爱，是不是？也不算溺爱，我觉得我很讲道理耶。是说让他们吃很多棒棒糖那种吗？讲道理，其实也不是，是因为他爸爸有时候一回来，他看到那个状况，他就立刻生气了，对不对？哪一种状况？例如说他一回来嘛，然后小朋友就把果汁打翻了，然后刚好他的衣服在旁边就被洒了一地，沙发上还没收好。可是我会觉得他们一整天都很乖，就是出了那个小状况，你不要生气，那不过是一件衣服。那何荣很容易生气的，就是我每次手机掉，像我刚刚也在那边手机掉，我说好开心，终于可以换新的，因为我觉得东西你说摔手机摔坏，手机不小心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不小心摔到了，然后你可以有机会可以换新，因为有些东西真的用不坏，这样不是很难过吗？是这样子，我这样很，我觉得你很正面嘞，就是老公死掉还说太棒了，总算可以换。哇，好，我们请问了十位太太，他们呢有彼此互相票选的结果，认为心目中一定会容忍50位受调查的男性觉得娶到这个太太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的冠军，以及10名当中的最后一名。在看了50位男明星的结果之前，先来看看10位人妻心目中的预测排名吧。好紧张哦！好，你们好紧张。你们在互相选择的时候呢？我当然觉得有的时候是迫于。
这位女明星在圈内的地位吧？是，她真的是一个好太太。是，你现在摆明在讲我，没有，不要再陷害我了。我觉得你们康熙越来越陷害人哦，我很危险哦。没有，我们是讲真的啦。嗯，我也认为是应该是真的啦。不然，如果选出来你是最后一名，你会翻脸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我刚刚讲了，最后一名也是我老公的福气啊。对，好了，丁姐不要再生气了。没有，我讲大家都好害怕。是凡哥，哎，是。我们这边呢是现场的十位互相预测的结果。因为我们揭晓第一名，好，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这个相互预测的第一名是谁呢？我们看一下到底是谁。恭喜第一名，是我要拍手，就是你们不要敬礼，不要致谢，这位妹妹，从此姐姐不会再讲你们坏话了。这只是现场，大家互相票选，你并没有真的当选，没有关系，只要他们。认同，这是暂时的光荣啊！希望等一下你看。男人认不认同随便嘛。哪个第二名？好，我们马上看一下第二名是谁呢？我们看一下，第二名是寇乃馨。他们喜欢很外放型的太太，而且我们至少有自己投自己一票。对，投给自己。我现在比较好奇第三名，因为迪英跟寇乃馨是刚才他们为自己拉高了很多名次。对，那第三应该就是 Julie 啦，这没有问题了，毋庸置疑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是怎么办呢？不是的话，应该就第四啊，好，就一直下去。然后看一下第三名是谁啊？好，看一下。哎呀，小天，我想说大家太想整形了吧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开玩笑的，就是虽然凡哥刚才只是胡说八道，说第三名一定是 Julie， 可是第三名拿开不是 Julie 的时候， Julie 的脸还是稍微有抽了一下。因为你一定准备好，是你要挥手致意。啊， Julie 姐没有关系的，反正美国又没有你今年多。对，我们形象好。没有多的原因是因为他娶了她，不然他喂啊变相是。我有听出来哦，不是，因为他很会管，你比较真的。好了，讲好前三名要打折。你的意思说，如果李金良医生娶的是 Julie 的话，会被管的。我的内容也有关系啊，我的内容就是说，如果凡哥不是娶了 Julie 的话，他现在可能会变劈腿王。哎，金良医生，所以你是说老公很爱出去玩，是老婆没管好吗？应该是有一半的责任。哎呦，你们不是才和好吗？你是跟小弟？没有啊，D姐说的是D姐这。太有智慧了。不过小珍别的方面表现还是取得大家的认可，所以才会当选到第三。是真的有的。那贾凡哥就是刚刚你说 Julie 如果不在第三就在第四嘛。对，如果不是第四的话我就走了。所以现在第四掀开来，如果又不是 Julie 呢？完了，那其实我觉得这只是现场人气互相的预测，这个其实不是很准，只有十个人啊，只有十个人，其实不是很客观哦。好，我要看第四，好，我看第四名。平常心讲有点紧张啊。第四名是谁呢？我们看一下。哎呀，去！第五名就比较令人好奇了。是，你 S 如果照我们一般的印象来揣测的话，第五应该是佩珍。我觉得佩珍应该可以排在蛮前面。我也觉得对呀，应该是。外形也算是维持的。他还说应该是选你最后，应该是。而且佩珍就是有一种触鼻触鼻的感觉。佩珍你自己也是觉得应该轮到你。我也觉得，对啊。好，凡哥麻烦你。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不是佩珍呢？吼，就亲切点了哦。啊，亲切。杨凡荣祥妻管严，想做坏事也没辙。我想要想请教一下，从你们的手上，你们的先生每个月可以拿到多少年金？杨凡可以每个月花到十万，他怎么领取十万呢？就是要报收据，我就会开一张支票给他。哇，你有多贴心？那他再怎么养小老婆？而且没有这个东西。先和荣祥是没有限制的。它食量不会很大吗？自己在卖包子啊，吃点肉就好了。麻烦哥，麻烦你。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不是佩珍呢？吼，就亲切点啊，你哦，啊，亲切。谢谢。亲切，我们真有老板，你好，亲切。啥亲切？谢谢。佩珍，你们以后你们老公要来看。
真输给他不服气是吗？当然啦、啊。可是他有帮先生赚了很多钱。对啊，他毕竟是摇钱树。因为你说演艺圈泌尿系统有问题的人有很多吗？他不能讲啊，就比起侯孝贤的缺点比较少。就是比较少，而且又不能讲。对啊。你觉得你比他好的点是什么？算了，我修真的，我不会在外面讲先生的坏话，我不会讲先生的坏话，然后就是永远以夫家为荣啊。以夫家为荣这种话，我觉得他今天的败笔可能败在他们一直觉得他是个好媳妇儿这样子，待完了后幸福。那有些女人听起来就会刺耳，是。好，我们要看，如果第六还不是，这样有帮到你吗？还不是这一次。如果第六还不是你的话，你的名字有点偏厚了。对，怎么会这样？整个人不开心。白哥，麻烦我们看一下第六会是谁呢？是佩珍，恭喜，就是佩珍。还有，按照在演艺圈的知名度来看的话，其实 Vicky 现在排到最后四名当中有一点。我其实我觉得我老公娶到我也没有赚到啊，因为我也是因为他才出道的、啊、所以你觉得排在后三名都没关系，都 OK， 因为我给自己是最后一名。其实要不然你在演艺圈的辈分是跟曾亚兰同一辈，是不是？他比我早一点，我比他早一点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下一个应该是熊家杰吧？怎么会？哦，谢谢。所以你也觉得我是最后一个？因为我觉得无论如何，他至少外形就是男人会想要娶的啊。你觉得你明天互选会选一个漂亮的妹妹吗？不会。这应该是必须赶快给他换一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可以，凡哥，好的，我们看一下第七名是谁。OK， 所以我觉得名次偏后有个原因是太太们就比较不好意思得罪熟的人，所以就把不熟的人往后面挤。好，还没有被选到的就是荣的夫人 Kelly 小姐。荣祥的夫人赖千和，还有李罗的夫人熊佳杰，好。所以我要跟何荣说，多让我上一些通告。你觉得你是第几啊？对，你要多上，你不要再低调了。说我应该是要第四或第六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帮我老公很多，因为他的观念是赚了钱就是要花掉，亏了再赚就好。可是我真的帮他存了很多钱，省了很多钱。可是有吗？你永远不让你老公换别的发型啊！自己不要换。我觉得姐姐们是跟你，只要看到漂亮妹妹就懒得理她。也不是啊，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老婆的功能不是只有省钱而已。对，好，我们看第八名，我们看一下第八名会是谁呢？到底是谁？熊家杰。我想 Kelly 现在脸也很僵，紧张了。她很僵，她蛮僵的。真的，老公，你不要再因为你的形象，然后让我都不让我上通告。哎，他有阻止过吗？对，我们的通告其实很少接。所以你有在气说大嫂团红了，可是却没有你的份儿，是不是？其实也不会，但是我会希望大家多了解，我们应该先联谊一下，好不好？今天如果是以这样子的立场来的话，不就本来就准备好是会输掉吗？因为大家对你不熟。我其实也蛮伤心的，因为有这个是我的跳舞的那个班上的班友嘛，同学啊。熊佳杰哦。那 Vicky 是我的教友啊，好姐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把你排在蛮中间的。以前佩珍是我在三立服务的时候，我在三立当娱乐记者的。Kelly 有想过这些事情？对，还有一些人。还有哎。Kelly， 你至少有三票，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。他能力真的很强哎。Kelly 的公关能力是为了老公牺牲的，真的很会做公关。你们放什么马上跑？你们给我当主播，放弃当记者。佩珍，你把 Kelly 排第几？第八啦，有点模糊。我排就是第二。你看不出来，你怎么刚才红帮我打出来？第三，写错了。Vicky， 你把 Kelly 排第几？第五。熊佳杰，你把 Kelly 排第几？第十。够高才给他那么后面吗？不是不是，因为我觉得他做公关做得太低调了。对，我觉得他要高调一点，要更活跃，一定要多上节目那类的吗？对，好，是麻烦你，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名次了。到底是千和还是 Kelly？ 还是 Kelly 还是千和？我们一起揭晓，一起揭晓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揭晓了哦，一二三，哇，骄傲，非常骄傲。我们是因为要开车走吗？其实我觉得最后一名其实没有不好啊。是是是。那好在哪？好在就是说嫁给一个人干嘛那么会赚？
你嫁给他不是就要享福吗？这老公很好啊，现在闹脾气，发脾气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就是等一下要揭晓的50位男明星票选，他们认为娶到这个人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的排名名次呢？有一样的吗？可能排名前三名跟现在的名次，还有排名后三名跟现在的名次，都有很大的差别。好，在揭晓之前，我先请教几个问题，请准备好你们的答案板。我想要请教一下，从你们的手上，你们的先生每个月可以拿到多少零用钱？请问。要写真的吗？是写真的。是每个月、啊。每个月零用钱。是无上限，拿到我们的还是我们拿到？你们拿给先生的零用钱，让他花的。哦，我们给先生花的。你们答应先生每个月花多少钱？给先生花吗？对。好，请给我看答案。杨凡可以每个月花到10万左右。10万，10万，就是减干包效果。对啊，不是，后面还少写。S， 我跟你讲，无上限我还比较懂一点，因为无上限先生不一定会花到10万，可是 Julie 是有数字哎，是10万。不是，我很少上你们节目，我不知道说不一定要写真实的耶。可是我们都是写真的，这些是真的。所以超过10万，你就会开始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吗？没有，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超过10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超过10万，他自己要去想办法。因为钱基本上在我这里啊。所以你真的在管哦？我没有管，我只是替他。那他怎么领取10万元？就是要报，要报收据，我就会开一张支票给他。哇！所以你就知道谁是老大了。这样开发票给你们。支票给他，我还没划线呢。朱莉姐，你要是贴心哦，我都用转账的。真的，那支票还要存不是？对啊，他要钱的时候不会很卑微吗？说老婆给我。不会啊，我就是时间到我就开一张票给他，然后不划线，让他可以领现呐。哦，你看我多贴心。那他这样怎么养小老婆？而且，小老婆基本上我觉得10万应该也够了吧。琼佳姐也是10万。对，可是他都会超过就是。对，所以你所谓10万只是讲高兴，你根本没办法控制。10万就是他信用卡刷卡的账单来，我一定就是会看你到底买了些什么。可是他都用现金哎，对，他包里面就一叠钱，他几乎都是现金。对啊，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我管不到的。对，所以这边就很弱，多漏洞哦，你家。而且钱也不在你，钱也不在你手上。有钱在我手上。所以你说你们夫妻俩一个户头是由你来控制吗？对对对。你觉得他今天回去跟李罗说，我以后要开支票给你，会不会啪就？他不敢，对对。好，千和荣祥是没有限制的。嗯，因为基本上所有开销什么的都我已经在处理了，而且他。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一个月要买什么东西的人，所以应该他不需要零用钱。那食量不会很大吗？自己在卖包子啊，不用管，吃自己的货就好了。那在外面吃多少我就不知道，回来家里吃蛮少的啦。比较具体的数字是小珍的5000元。对啊，这是什么？5000是已经比较多了，因为他等于他的薪水那些都是我，因为我在管公司的账嘛，所以公司。总公司收入多少钱都要我盖过章，都知道多少钱。5000元的收入没有办法供养李静良上那么多次报纸。对，上报纸不用钱啊。他去消费餐厅都很贵，好吗？对呀，没有消费那些餐厅他有卡、啊，我都会找他被登的餐厅，然后去找你。你在算他？他已经变你无形的美食家了。对对对，美食地图。因为小珍真的很厉害，有一次我可以讲吗？可以。我有一次去找你老公啊，就是打净肤镭射的时候啊，然后那天是荣祥大哥带我去的，然后李静良就在那边跟我 complain， 对，他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？因为李静良问我今天晚上要去哪里，我说我就约了一个几个日本朋友，然后想要晚上去喝一杯这样。他连你也要约啊？然后他就说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你们都是女生吗？我说，对啊，因为我基本上都跟女孩子出去玩，我老公比较放心。他就说，那麻烦以后你有机会就带我老婆出去跟你玩。这样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不然我老婆就是时间到就会打电话给我。我说不会啦，你想太多，他是关心你。就在此时此刻，电话来了，就有护士小姐把门打开啊，李医师，那个小珍打电话来。
然后就然后哎，当然要啊，我安排好他的时间，我能自己去玩。而且那个时候是刚好李静娘要下班的时间，李静娘就完全就把口罩拿下来对着我说：“你看吧。”靠奶心爱的表现让康永心里很受伤。靠奶心对黄国文是崇拜多过爱。他其实是一个自信心很低的人，他每次重看康熙，他就觉得说自己表现得很笨很蠢。他说康永是不是觉得我很笨？那个小 S 是不是讨厌我？我说真的不是。跟他讲说，你知道你这集收视率有多高吗？在你讲话的时候，收视率飙到1.78。你有调查这个？我每天都有看收视率。所以讲话多，很多艺人上完康熙都很受伤。对。我们两个回去也很受伤。这个题目有点抽象，可是我很好奇，就是有些人对先生是尊敬，有些人对先生是爱，有些人当然是敬爱都有。所以我如果一定要请你们选，说你们对你们先生是偏重哪一边，是尊敬多？还是爱比较多，好，就写这个答案就好。就这两个选项吗？两个，只有这两，不然还有什么肉欲吗？身体吗？好，借我看。孙，跟我想的不一样。迪英对孙鹏是爱比较多，是你不是很怕他吗？怕他不代表我要尊敬他啊。OK， 所以你对他是爱？我对他是爱啊，我为什么要尊敬他？我比他大哎。可是你有说过说我很尊敬你吗？没有，我说我很怕他。Okay. 我没有说我很尊敬他，我很爱他。怕是因为爱他，就是因为爱他，不想让他难过。嗯，很多。好 ，Julie 写的是尊敬，我也很意外。你对杨凡一点都不尊敬啊？对啊，我真的很尊敬他。可是你看起来比较有威严哎。对，我觉得你们是典狱长在尊敬犯人，并没有，真的是你们都被蒙蔽。你长得很适合做成铜像的。并不是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是小女人哎，对，真的很难看。你看着我，真的。现在我们要把一个陀螺拿出来转，他先做梦。我觉得 Julie 姐的板子应该是容忍吧。没有没有，可是 Julie 真的很小女人。她每次有时候去录她的节目啊，像凡哥私底下她很像。对，经纪人越来越小女人。所以你是不敢尊敬她？你敢跟她顶嘴吗？不敢。所以他如果说 Julie 这我们现在回家不要在这边继续玩了，你就会立刻回家。会，你不会说我还想再多待一会儿。不会。所以你跟你姐妹掏出去要跟她请假吗？一定要。要。你有姐妹掏吗？因为他已经应该问我，没有姐妹掏的人是我。所以你已经自动放弃了。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不要说姐妹掏。真的假的？不会。我现在目前都只有同事。因为你个性我来相处。因为我不需要跟圈内人相处啊，但我连圈外人的朋友都没有。是，我有啦，我有很多。所以如果凡哥说不要穿这个，就再也不穿了。不会，这衣服的话不会提，不会管。对，请问你可以跟女性朋友出国不带她吗？她不放心。可以，可以，应该讲可以。对，可以。只是不放心一个人出去。多希望没有女性朋友出国一年不要带她。他应该会希望我就移民不要回来。这是真的，我觉得我尊敬他多过于爱他。OK， 嗯，寇乃馨对黄国文是崇拜多过爱。嗯，我觉得是崇拜里面包含爱，可是崇拜有两种，你知道，我常常觉得我跟他讲说我是他的粉丝，你知道粉丝有两种心态，第一种就是你觉得这个艺人很厉害很棒的时候，你会很崇拜他，可是有时候艺人也会闹一些你觉得不 OK 的事情跟新闻，这时候粉丝就会盲目而无条件的包容，跟觉得这样也没关系。你就是这样。我觉得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缺点，可是看到他的缺点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粉丝的爱就会出来。OK， 可是当我服气他崇拜他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他更好跟更开心。所以你所交往过的所有人当中，他是最让你崇拜的，他是唯一让我崇拜的人。所以你跟他讲那些好听话，他还会高兴吗？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自信心很低的人，就是他其实我常觉得说，很多人觉得他看起来很傲，其实他心里面对自己的认定是非常非常低的。譬如说他刚来上完康熙之后啊，你知道他回去都会有多受伤吗？他每次重看康熙，他就觉得说自己表现得很笨很蠢。他说康永是不是觉得我很笨？那个小 S 是不是讨厌我？我说真的不是。
然后康熙就不是大受好评，然后就平步青云。然后你知道我要跟他讲说，你知道你这一集收视率有多高吗？对啊，在你讲话的时候，收视率飙到1.78。你有调查这个？我每天都有看收视率，我每天都有收视率，而且是那种每15分钟、15分钟的收视率。国文老师，你也想太多了吧？国文老师真的想太多了，很多艺人上完康熙都很受伤。对，我们两个回去也很受伤。他开心我就很开心。好，曾雅兰写的是尊敬哦。对，我很尊敬。你尊敬侯昌明？他叫我往左走，我不敢往右。真的，可是你一直羞辱他啊，在节目上。没有，所以我只能在节目上羞辱他。我在家里都是被他骂，被他念哎，而且他会念到我耳朵长茧。你看又在讲脏话。我好怕。真的。其他小珍，你崇拜李静蕾？会有，当然他专业领域的时候，有时候看他在讲一些医学以及就是开刀的时候，真的会很崇拜他。那你会像寇乃馨这样跟先生讲这些，说什么你要人脉啊，要什么感动啊这些东西？会开刀的时候。你刚刚想要讲什么粗话吗？没有啊，我很常就是会握着他的双手，然后就在开会的时候，我就跟各位员工讲说，你不要觉得院长每次都这样小噔噔的。小噔，你看他这双手救过无数的人，他是我就是割个双眼皮而已。他以前在大医院的时候，的确救过很多人啊。哦，他曾经是真正的。小珍，你不是在，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，你真的握着医生的手在现场。我真的这样讲，我就说，所以呢，院长的手是拿来开刀，不是拿来插吸管跟拿便当，所以你们便当要把它打开弄好，然后筷子要弄好送到他那个面前去。哇，你讲得出这段话，你们这些夫人真的很了不起。然后讲完，我就说员工都吐了。可是我要说，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讲。李静良也很怕吧？那有一阵子李静良的新闻不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吗？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有一次媒体就一直嘟小珍，他就很火嘛。可是他只讲一句话，他说我爱他，我觉得很屌。对对，我觉得我就是看完那个以后，我跟你讲，小珍，我给你的名次超级高，我下面就你的第二。我是。熊佳杰得票的关键全部靠外表。好，播放投给熊佳杰的票。我是觉得熊佳杰啊，因为这个之前也是他在大嫂团里面被票选过最美丽的人妻。他应该是男人很喜欢娶的老婆，所以你短靠外形哎。没有，其实我真的很。各位夫人，你们刚才播出是白人的名字，你们 S 吗？对啊，很爽的，他才开票啊，很开心。有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爱我老公，我现在要帮他做公关，他是我的偶像，他是我的。好了啦，好了。我再请教一个题目，就是曾经自己掏腰包送过男方的家人，不管是公婆或者是其他的男方的家人亲友，最贵的一样礼物是什么？你有在冒冷汗吗？我太多了，我八姐我婆婆是不遗余力的。所以你有调查过他们爱什么吗？我有调查过，送包包婆婆会很开心啊，真的，因为她可以提出去跟朋友讲说这是我媳妇送的，所以还算好捉摸，对不对？跟我一样。麻烦借我看一下答案。调理机，谁要啊？哎，这个是送婆婆健康哎，那调理机什么都可以打，好好用啊。哦，是吃的调理吃的东西，料理机，料理调理机是一个，就是自己那样调理的，不是调理他本人的健康的，不是，但是它是一个机器，像小家电一样，的对，是说可以把东西打成果汁，是不是，对，会打成果泥，给婆婆吗？对，所以是你懒得煮菜给婆婆吃，所以就买一个调理机给她，叫她自己打来吃。不是，是因为婆婆也在喝精力汤，那我觉得有一台很好用的调理机是加好的那个加倍功能更好。那婆婆要自己打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要打给你喝吗？没有，不用了，我们又没有住在一起。我觉得真正感人的是，应该你每天打好，然后送给他吧。对，我也如果住在一起，我就会这样。你怎么知道婆婆搞得清楚要放进去什么料，然后怎么打？会，我还有送他的小拇指还在吗？我们答案都输给 Kelly 了，转头去看他的答案。是哇，哎呦。包一包啊，包起来！难怪你名次会那么后面。其实我真的很会公关哦，细细碎碎小小的东西，就好像我婆婆最近房子装潢，然后要花一笔钱，然后我老公根本没说，我就说钱
就是能给就给、嗯嗯、对啊，我觉得那些细小的东西我记不太得，但是因为我跟何荣是在学校大学的时候就认识，嗯，然后呢我是他的学姐，那我是从他们家那个时候的状况，就是我婆婆需要陪伴的那个状况过来的，所以何荣在追我之前、哦、需要陪伴很重要，对、哦、他就是一个看护呀、嗯、我没有，其实那是真的很感激我，太了不起了，我婆婆她需要陪伴的原因是因为她空巢期加更年期，加上我公公我没有见过她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她学姐的时候，我就是念文章给我婆婆听。所以婆婆每一年过生日的时候写信，在期待今天的礼物，就打说妈妈加加，我要来了 ，Happy Birthday， 圣诞节，新年。一年三节，是，下次很棒啊！我觉得人能亲自陪是最难的，对，这个是真的很伟大。而且像开玩笑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最伟大的。而且像现在，其实我要带两个小孩嘛，然后有工作要忙。其实我婆婆如果一通电话要找我老公，我都说你去。好了，我们答案都可以擦掉了。对啊，好了，你是写贴心衣服吗？你是写贴心贴心衣服，比你的条理机，比你的条理机好。请问衣服贴心吗？这样来，你写什么？不要这样子，我讲。公公婆婆很爱漂亮，而且我婆婆是一个真的很传统的妇女，她就是每天就是从早到晚，即使没有要出门，她就穿得漂漂亮亮。然后她因为就上来帮我带小孩，然后她就觉得说，她看她儿子这么辛苦赚钱，她也不好意思去买一些衣服。然后呢，我说有一天我就偷偷摸摸的跑到他们房间里面去看了他的 size 跟他平常爱的牌子，就跑到百货公司帮他买了一整套。哇，对，然后就放在床上，这还蛮贴心。对啊，其实我也有啊，而且我还附加内衣裤哎。婆婆会希望你少说我儿子坏话就好。就很贴心，我婆婆更贴心，因为呢，就可能不同的牌子 size 有点不一样。然后呢，他穿起来之后明明就很紧很紧，他就说哦好看哦好看，然后就放在房间换一件。现在开始看五十位男明星被调查结果。是，我们聊这么愉快，这个激动不会给你，是不是很想要停在这里？康熙调查局针对本日的主题，除了访问多位男明星之外，我们也询问了在座人妻先生的意见，作为本日调查结果的参考依据。访问了五十位艺人，这五十位艺人当中包括歌手、主持人，平常常常上各大节目的，以及甚至具有 ABC 身份的艺人都有哈。好，那我们可以从现在这个十个名次当中呢，凡哥，我们从前五名的第五名开始。第五名开始哦，这个阶段算是比较客观一点，是人数比较多。我们看一下第五名到底会是谁呢？可以从现在这个十个名次当中呢，凡哥，我们从前五名的第五名开始。第五名开始哦，这个阶段算是比较客观一点，是人数比较多。我们看一下第五名到底会是谁呢？我们看，哇，中间刚好在中间哦。第五名我接受，是刚刚第一名哎，不了解你，没关系，因为大家不在现场，比较敢得罪敌音，对不对？是是，就不在现场，不记名不记名。另外，其实我第五名我很开心，我其实我不认为我在其他男明星面前会算是很高的分数，有一点点不高兴吗？现在不会，我现在很高兴，我还怕说第十名那就真的会翻脸哦。好险啊！哇，真的好险。真的逃过一劫啊！第五名我接受，我觉得第五名我 OK 啊。你们知道，我们先看了敌音第五名，就表示说能够挤进前三名的人的机会大增，就是很厉害耶。其他几位选手有机会可以抢一下前面的名次啊。是是是。敌音小姐得到了一些正面的票跟一些不正面的票，你愿意看一下吗？愿意。可以吗？来，我们放给大家看。敌音获得第五名，看他脸上的笑容，应该很满意这个名次哦。敌音姐。为什么是敌音姐呢？因为我觉得她相夫教子都很厉害，然后呢，不管是主外或是主内啊，她都有她自己的一套见解。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学到敌音姐呢，哦，算是非常的幸福。你看我们家童哥啊，童哥被敌音姐驯服的多么乖啊！我觉得啊，学这个娶到敌音啊，非常的幸福。你知道敌音很会骂人，又会耍流氓，所以保护老公一级棒，我觉得选她最棒。当然是选敌音啦，对不对？
大家都知道嘛，对，更何况娶了她两次，非常好。那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很好的太太，更是一个好妈妈。所以呢，娶到她是我上辈子的第一次。OK。哇，鹏哥有选你呢，而到底谁同意你反对票，我想也无所谓了吧。迪英姐，因为我觉得人生办一次结婚就已经很累了，然后如果你要办要离要再办再离的话，我觉得会很辛苦。而且我觉得迪英姐给人家感觉是比较强势一点，那我会觉得跟她在一起可能会比较辛苦啊，就是因为她的强势是因为她要把家庭照顾得很好。哪有，你刚刚不是讲说只要迪英姐的为民除害。谢谢师傅们大哥代替周楚。迪英姐姐，因为你孙鹏太早出来跟我们喝酒了啦，以前都会常常在一起玩，自从跟你二度春以后根本就不出来，一天到晚把我约到你家，我干嘛啊？跑去你家多不好意思啊。迪英小姐，这种太讲义气的人，他有一种特点，就是喝了酒都会刷花，刷花一定喝到烂醉，这种太难照顾了，所以让我选择的话，我是不敢娶她。我们要恭喜迪英小姐，就是孙鹏投给了她。谢谢，这个就够了。那票是你最在乎的吧？对，那票抵其他千票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是有智慧的男人，没有一个男人不选自己老婆的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，等一下就有。我好像又在骂人了。是，可是你觉得不愿意娶你的人讲的有对的吗？我觉得讲的很好啊。其实我对某些男人是有压力的，不了解我的人会觉得我是给。我觉得为民除害那还蛮中肯的。我自己也知道，但是了解我的男人没有一个不喜欢我的。是，可是我觉得续托这个不是你耶，你根本没续托啊。没有啊，那他讲是以前，他现在所以他不了解我，他当然不会喜欢我啊。我根本没有朋友，也不会在外面应酬啊，我都在家里啊，都在家，不然就工作。这一次为大家一开始就揭晓了第五名是迪英，就表示说并不是照着演艺圈的资历辈分来算的哈，就是男生是真的吐露了真的他们的心声。那我还是要提醒一下。现在先生投给自己太太的人当中，已经去掉了一位，是孙鹏投给了迪英，所以其他人寄望自己的先生投给自己的机会又少了一个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六名，看第六名为大家揭晓的是苏小姐。我竟然前进了耶！对呀，你没有掉到，你没有掉到后面，你扳回一城呢，我怎么后面呢？对呀，是。男人很喜欢娶的老婆，没有最后一名就好了。不过很可惜，就是这一次没有李罗在我们的调查范围里面，所以你还是不太确定他的意愿哦。好，我们看看投给你票的反对票。这样会不公平？有些老公有问，有些老公没问。因为有些老公可能很想讲，别人可能不好意思讲。不像有些老公很想投给别人，就真的讲出来。也对，这样也好。好，我们播放投给熊家杰的票。美女人妻熊家杰得到第六名，先来看看选他的原因吧。我是觉得熊家杰啊，因为这个之前也是他在大嫂团里面被票选过最美丽的人妻哦。看完了白云哥选熊家杰的原因，那不选他的人有谁呢？是熊家杰吧，因为老婆不能太漂亮。老婆这么漂亮，请问一下，我家的围墙是要筑多高才能防止他跑出去呢？跑起来。行哎，没有。哎，各位夫人，你们刚才播出是白云的名字，里面 S 吗？没有社会啊，很准啊，只有看外表啊，很开心哎。有，我很开心，我很爱我老公，我现在要帮他做公关，他是我的偶像，他是我的心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可以了，没了，虚伪，没有，没有。佳姐很高兴的是，她虽然名次不高，可是排在第六哈。那凡哥，我们要看一下第七名。好，没有问题，为您揭晓第七名，你们觉得会是谁呢？谁？我们看一下这。剩下的八位人妻到底是谁获得第七名的位置呢？调查的结果和人妻们的预测又有多大的出入呢？我们明天见分晓。